蛋姐，先叫一下，今天三点半赶快，三点半好啊！哎，记者来，火车站地瓜耶，万事给他 ，OK 啦。拜托，那个万秘书长，对，好了，记者，管理一下吧，拜托，先去听。阿蒙哥，等下出来。咱叫姐，今天别，咱没得话听，今天。好。 三连拍，站，蛋姐啊，蛋姐啊，蛋。来，OK，一，火车站，地瓜，耶，万事，OK。OK。地价呢？地价，南科人的地价，南科人。南科人。南科人。 接了，他们，他们开一家，叫东北人家。妈做，不要得罪人家。今晚他们我去上班了。我问，阿弟，来了，就给你了。这里，这里呢，拜托各位，这里我们五大记者，请开工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今晚打完工，明天开始再去。 好。